我现在深圳地铁20号线无人驾驶，这是机场北站。我是从楼梯上过来的，看前往会展城会展中心还有4分钟，列车进站，屏幕非常智能，看智能运维数字化。这边是这种轮椅的，我准备在前面，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啊。乘车的乘客不多，这边应该是车尾，然后再看一下车头，这边车头，我从车头部分过来的，女士优先，就在这等了。列车进站，真的是无人驾驶啊，里面空空的。开门了，从这儿上车，看座位非常空啊，几乎就是随便坐。前面是车头的部分，我往车头的地方走吧，那边距离电梯也比较近，这样看看是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，透过玻璃看一下。即将到达车头，车头有一位乘客，我就坐在他旁边吧。这个时候列车即将发车，哇塞，真的是无人驾驶啊，这就是车头了。车头这边也没有什么电钮，直接就是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啊。这边写的是禁止放东西，禁止靠近，禁止坐卧，我就在这个门口看一下。列车启动了，我还挺兴奋的。哦，这边是车尾啊，这边是车尾，我以为是朝这个方向开，从车尾看看吧。哇，无人驾驶太酷了。看看另一个方向，列车我觉得应该超过了8节车厢吧。这站到达国展南站，出来看一眼。哇，乘客不多，基本没有上下车的。关门，智能门锁，发车了。乘客可前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南登陆大厅，列车运行方向和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非常的平稳。请不要扶靠车门，谨防加塞。在五合府开车门，等等的山。这一站是国展地铁站，看看外面，基本上没有上下车的。关门了，国展北乘客
这站是国展北站，还有一站就体验完了，从这一站出来看看。这站挺大的，但是上下车乘客比较少。过完门了，发车了。上站是个思路区的中油站扩展城，列车运行方向右侧车门相互打开，请所有乘客带齐行李物品准备下车。卡车站很多次以西在中油站入行者，以西南行方向右侧的车门将会打开，请所有乘客带齐行李物品准备下车。终点站即将到站了，我发现列车空空的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这次啊，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，这就是深圳地铁20号线无人驾驶，非常的酷。车身采用的是蓝色的。在坐车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个苹果被啃过了。会展城到站，我准备出站了。这就是深圳地铁20号线无人驾驶，我已经体验完了，好像就我一个乘客下车。然后看一下深圳地铁的线路图，20号线在这儿，从机场北到会展城。那么这个视频啊，就给大家拍到这儿，结束了。